是中山综合日照中心，今嘛要来向大家介绍中山综合日照中心这个大家庭，来，请对我行。长辈们都有专属的置物空间，让长辈可以存放个人物品。这是我们的活动空间，我们椅子都有扶手，可以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性。最特别的是，我们有限时导向看板，看板上有日期及季节。我们每天早上会邀请一位长辈来分享，增加长辈的定向感及维持认知能力。防疫期间，上课时会有隔板，每间预测都有加装扶手，维护长辈安全。每间预测皆有扶手及各种标示。我们的厨房设计成开放式，里面有咖啡机、冰沙机、烤箱及电锅。接下来是万众瞩目的干妈点，我们每个月开店一次，可以透过各种活动赚取轻松币哦。轻松币可以让长辈增加认知能力，也可以提升长辈活动的乐趣。我们还有轻松银行，可以让长辈自主的领钱、存钱，回归以往对金钱的认知及钞票的运用。接着，这是长辈的休息空间。防疫期间，我们都采间隔坐，沙发可以平躺，上下床皆会有老师协助。休息区有两间厕所，方便长辈如厕。接下来，跟我们一起参与活动吧。